台湾最出名的康纳香公司变身作为观光工厂，七月九号正式开幕。这间陪伴台湾人四十几年生产康乃馨卫生棉的品牌，如今已经按照卫生用品发展到保养品、污水处理以及医疗。董事长戴英杰配合着台南市政府的观光政策，也借着这个机会，让大家知影什么是不织布，不织布用到的范围有偌尼啊宽。那么呢，咱咧讲高科技的产品啊，哦，有偌好都偌好就对了，不管伊偌好就对了，吼、哦、吼，内面有两样物件，一个是电容，哦，一个是电容，哦，啊，甲一个是啥？哦，伊的电池。那么这个电容甲电池啦吼，伊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哦，得有电就对了吼，我就甲放遐尔，别遐尔。但是这两个物件内面哦，最主要的材料就是西巴列达，哦哦，内面的那个电容体。一向热心公益的戴董事长今仔日嘛来表示讲，未来观光工厂的收入要提拔1.5%的营业额，关乎家扶中心、创世基金会等的弱势团体。伊所有营业额要提供1.5%，这个叫公益事业。对着戴董事长这么大间的公司，愿意提来做观光工厂，赖市长是相当的甘心。康纳香最懂得女人心呐、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伊个产品真人性化，啊，如果对当想讲，咱就知影，按妇孺、按幼儿，哇，即摆已经接到工程过来，但咱市政府甲对当使用拜托，我哇，你这么大间个公司，是毋是有法度来创一个观光工厂？哎，对当使用嘛讲好，来倒下手，好、哦，所以伊。这个公司已经虽然是规模足大，但是伊不断搁咧创新，哦，搁咧成长安尼就对。赖市长当时也甲咱讲，康乃馨公司伫个 SARS 的时阵，戴董事长迄当阵就愿意无限制来捐口罩，这种做法是予伊相当的敬佩。啊，我等下台南的时候，我都等着当戴董事长，我甲说多谢啦，我哇足感谢的。你知戴董事长干哪用的？伊讲吼爱偌济无要紧，吼。我公司的产品会当无生产停落来，生产口罩来给台湾人用嘛，无要紧，安尼就对了。哦，我也是听着足敬佩，咱是不是掌声甲对人一听，这两下就很好哦。真罕你看到讲愿意甲产品停落来，要生产社会需要的口罩来帮忙台湾渡过这难关呐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今天来，我是抱着足感恩的心情。好、哦，那个对当不对当使用说多些。你看，甲拜托，咱台南市要发展观光，哎、欸，甲对当使用拜托，哎、欸，对当使用无典故的安尼就对啦，来阿妈来帮忙。好、哦，所以讲今天哩，咱台南市吼、哦、啊有康纳馨真好。在颁发观光工厂的牌匾了，赖市长就由了戴董事长陪同进入工厂来参观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电容啊，电容跟电池啊，台面最后吃到的就是这个，这个部分。绝缘分的部分。哦，这个。市长刚来参观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心得？看了那个戴董的产品。啊，这上面不简单，不简单，已经非常进步了，难怪这是世界性的工厂，啊，是世界性的公司了。是啊，请六雄关心，因为水利工程嘛用足侪呢，用足侪呢，这三四条。四十几当中，看到一卡背箱吐全世界，戴董事长创立了康乐乡，事业有成的戴董事长不止热心公益，帮助弱势。即马阁设置了不织布的观光工厂，即在拢予咱看到了伊对着台南即块土地的疼心。